王美来高雄打卡，又多了一个新亮点。鼓山轮渡站旁有一个荒废许久的老屋，在立委赵天麟携手艺术家共同创作之下，将老屋活化，变身成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空间。不但有音乐欣赏，还有美食和无敌海景，欢迎大小朋友前往领略充满港都风情的艺术新天地。庆祝艺术空间新开幕，金曲歌手严咏仁现场开唱。小朋友最爱的球池一起用，就掀起现场一片热闹气氛。这个位于鼓山轮渡站旁的二楼艺术空间，原本是荒废许久的老屋，现在经过艺术家的巧手点缀，成了充满新希望的新景点。我觉得这边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哦。那过去是一个旧的一个仓库，那在艺术家的巧妙的安排之下，那现在一看，整个焕然一新。真的，我们艺术家创作，然后把这个地方把它活化，然后增加一个艺术气息、人文气息。看中这里曾经的历史轨迹，成为空间创作的背景。立委赵天麟携手曾经在台湾灯会创作的艺术家杨海倩，利用棉织线编成了渔网，组成象征希望的大型捕梦网，用质感活化空间，也吸引游客到访。我都用捕梦网，那我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，然后去捕捉。那每一种记忆的风貌，我们都要留存一点。不能去把它完全盖住，没有办法能够盖住过往的一切。空间又是那么有历史性，过去当过幼稚园，当过渔会的这个拍卖渔获的地方，开过餐厅。那如果能够把它有那么一年500万人次进出的地方，变成高雄市的最棒的这个愿景馆展示场，让大家都能够来到这地方，看到高雄的这过去的风华绝代的再现。那我觉得这样当一个政治工作者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为了增加艺术空间的活动性，现场不但规划有亲子空间和表演角落，更备有插座和无线网路，宽敞的空间成为亲子旅游休闲的好去处。这边的设计就是很像童年，有童年的回忆，对，然后五彩缤纷，这样很适合带小孩子来。哦，很可爱啊，第一次来。对，有个球池，我觉得风，然后又面向那个就是港，还渔港啊，就觉得还不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一楼的三轮车摊，则是以高雄为主场的常态性市集，希望提供给青年创业及首座设计者的展出空间，未来的发展备受期待。港都新闻李佳龙、黄兰君采访报道。